就赶快马上停到旁边。他停到旁边之后，我就赶快下车之后，拿那个面，看到后面有火苗窜出，然后我就马上赶快灭火。啊，然后我的灭火器不够啊。还有怀疑是什么地方着火吗？有，应该是以前那个部分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听风一声而已啊。因为我看那个监视器，你好像停在这里蛮久的了哈。没有没有，一下子。对，那时候我停下来就是在查看是哪边，然后有火苗窜出，啊，然后赶快拿那个灭火器喷啊，啊，灭火器不够，我一直喊说有没有人帮我，有没有灭火器，结果没办法，就没办法了，对了，那桶都喷完了。接到报案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两公里就有抛发现大量浓烟，到了现场是一辆砂石车，车头全面燃烧。我们立即以布水线泡沫立即将燃火势压制，大约两三分钟左右就把它控制控制。啊，无人给